在上海工作的小陈去年九月申请调到了扬州的分公司，做出这样的选择，一部分是考虑到还在宜征老家的父母，老人们虽然身体还好，但年纪总会越来越大，回到扬州工作离父母近一点，家里有什么事情他还可以照顾得上。2016年1月30日是个星期六，小陈当天的计划是带着儿子去同事家里做客，晚些时候再回乡下的家里看看。离春节还有不到一个星期，他得去帮着父母准备准备年货。然而所有的计划都没来得及开始，当天早上8点小陈刚刚起床，乡下老家的邻居打电话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出了车祸。当时接到这8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说啊，这种心情。当时说我爸送到医院去了，真的，我当时一股脑子里面就是当时赶快叫我儿子起床到医院去。在扬州市的一家医院里，小陈见到了一个重伤昏迷的人，有人告诉他那个人是他的父亲。真的是让我触目惊心，那个撞的这个头啊，大大的，我都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他是我爸还是什么。后来通过什么呢？通过我的手机，我爸不是有个手机吗？然后他的服装，他的身体，因为他的身体比较高大粗壮，是吧？所以通过这三方面来确实是我父亲。医生告诉小陈，伤者需要马上进行手术。由于头部受损严重，对于手术的结果，家属恐怕要做最坏的打算。我的脚，你走几步的，他都不行，他要跑，脚里走他的情况，脚里走脚里干来了，跑到东门又跑来去的，人不到狗的来，我的真不得希望了。你看我上瘾不上瘾？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变成这样了，家里边都接受不了。这个后来嘛，也是综合考虑，家里边决定就是不停的，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抢救。2016年1月30日，这天是星期六，是刘吉镇赶集的日子。据老陈的妻子回忆，当天虽然下着小雨，但是老陈还是一大早骑着电瓶车出门了。马上就要过年，老陈想在孩子们回来之前把年货都置办齐全。从村子里到刘吉镇的这条路，老陈走了几十年，妻子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条路上出事故。而更让老陈妻子无法接受的是，在整个过程中肇事者始终没有露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肇事之后一走了之，车祸瞬间他在想些什么？摩托车的前轮已经瘪掉了，应该是那个胎爆了。知情证人欲言又止，隐瞒真相他在顾虑什么？我的希望这个肇事者就是说主动的出来投案自首。保持缄默，一线正在播出。老陈的手术从上午9点进行到下午4点钟，之后他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情况并不乐观，但是家人仍然抱着希望，日夜守护，期待奇迹能够发生。我们也启动了道路施工救助基金，保证当事人救助的这个前期的费用能得到及时的给付，这样呢也就保证当事人在这个事故之后，即使这个案件当事人没有抓好，也能保证当事人得到及时的救助。那时候我们就想一个想法，就是赶快破案，希望警察能找到肇事者。报警是你报的是吧？你走过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摔了是吧？谁在看你？你看我们路过的。老陈受伤的地点位于宜征市刘吉镇的一处乡间公路。被人发现时，老陈已经倒在路上陷入昏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肇事者是谁？没人说得清。现场来围观的人都是后来事故发生以后来围观的，多少人都不了解情况。事发路段正在进行维修，方圆几公里没有任何视频监控。一个转向灯的灯壳，一块摩托车的挡泥板，是办案民警在事故现场仅有的发现。但凡是摩托车一般都有，
也确定不了车型，也确定不了这个逃逸者的方向，逃逸者的这个衣着特征，什么都没有。不过这条路是通往集市的主要道路，临近年根，赶集的人很多，交通事故发生时会不会有恰好路过的目击者呢？所有的像这些肇事逃逸案件，我们都必须要在现场进行定点，我们叫定点走访，防止就是有过路的这个目击者，但是他当时就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留在现场。我们也在现场，在不停的这个询问中，终于等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目击证人。当天傍晚时分，一个赶集归来的女人经过事发地点时，特意向民警打听了伤者的情况。从她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中，民警感觉到她应该是这起交通事故的知情人。正好经过这个事发路段，她听到了这个砰的一声，当时她头一抬，下意识头一抬，发现一辆摩托车跟一辆电动车撞了起来。事发以后，这个摩托车又迅速掉头往北走了。由于急着赶路，又有些担心惹上麻烦，这位目击者并没有立刻报警。不过他还是留心了一下那辆肇事摩托车的特征。当这个肇事的摩托车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摩托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这个摩托车驾驶员他的脚上绑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事发路段正在修路，当天又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泥泞，驾驶摩托车的人在鞋上套了塑料袋，显然是不想弄脏自己的鞋子，这让办案民警隐隐觉得这个肇事者应该就是住在附近的人，而且他之前也肯定从这个地方走过，如果他没走过，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修路，他也不会绑红色的塑料袋。目击者的证言使调查有了明确的方向，沿着案发地点向北一路查访，办案民警搜集到一些监控视频，脚上绑着红塑料袋的两轮摩托车驾驶员成为办案民警主要的搜索目标。在一处工厂传达室门口一个监控，当然那个监控比较模糊，这个隐隐约约看到当天事发之前有一个二轮摩托车从门口经过，向事故现场去了，这个脚上隐隐约约的有点红色。这家工厂在向北，路开始分叉，办案民警对三条路上的监控都进行了追踪排查，一直追踪到一个叫做安居院的居民小区。在那个小区的西门，我们发现了这辆车的行踪，我们从那个上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辆车以及驾驶人的一些特征，这个脚上的红色塑料袋，粉红色的头盔，银灰色的后备箱。从时间和距离来看，这辆摩托车符合目击证人对肇事者的所有描述。因为之前目击证人反映了事发以后这个人又迅速的掉头了，我们就把这个监控继续往后看，看看有没有回来，如果他回来了，那说明在这个小区的可能性非常大。果然时隔六分钟之后，这辆车再次出现在监控录像中。从画面上看，这辆摩托车好像出了故障。在回来的时候，这个两条腿啊，在摩托上面是插在地上走的，这个摩托车的前轮已经瘪掉了，应该是那个胎爆了。我们更加确认，应该这辆车就是那个肇事的二轮摩托车。我的希望，这个肇事者就是说，既然这个事情出来了，他要主动的出来投案自首，这是最好的方法。警方推断，这个头戴粉色头盔、脚上绑着红色塑料袋的摩托车驾驶员，很有可能就是把老陈撞成重伤的那个肇事逃逸者，而且他应该就住在这个叫做安居院的小区里。一辆摩托车每天进进出出，总会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办案民警坚信，如果挨门挨户的去认真查找，要想找到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应该不会太困难。
唯一的同款指向无限接近的真相。蹊跷的套牌引出形迹可疑的表亲。保持缄默，一线正在播出。2016年2月1日，事故发生两天后，在重症监护室的老陈依旧没有醒来。我都希望他，我爸一天天比我好起来，然后一点脑子能清醒。我们每天都在叫他，我掐他的手啊，掐他的脚底啊，然后摸他的胳肢窝啊，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反应。父亲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每顿能吃两碗饭，种田打工，家里家外闲不住。想不到赶集的路上却飞来横祸。想到这些，小陈对那个逃逸的肇事者就越发感到不解和愤怒。其实我是对他痛恨比较大，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110或120，情况又不一样，因为时间就是生命。事故现场就说你走掉了，你第二天也要报案或者到公安机关去报案，那也当然说也好一点，不会要警察这么大动干戈去把他找到这个人。我只在那唱，你是把他救啊，这不是好了没啊，不是跟我就老爹我讲讲话，也不跟你费脸，也不跟我费脸，不是跟老爹对不对啊，你怎么了个啥子，你太麻木了啊，你太那个的了，你之间的之间人啊，哪个不是露露的，人工气的，是自动消耗的气的，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但是不是太清楚。宜征市最懂摩托车的人莫过于开车行的老张，在看过监控录像的截图之后，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民警，这个肇事的嫌疑人驾驶的是一辆叫雅马哈天玑的摩托车。天玑，型号的天玑，品牌是什么？我们重点先排在事发地周围这些摩托车，这个只要是登记过的，我们一辆一辆的鉴定。嫌疑人两次出入过的安居苑小区是办案民警重点排查的区域，几乎每家每户都跑遍了。你家里面有没有摩托车？有摩托车的，把它推出来，我们跟这个视频上的这个肇事二轮摩托车进行比对。有的摩托车直接是另外一种的，就直接把它否定了。有的很像的、疑似的，我们把它作为了重点。三天里，办案民警走遍了整个安居苑小区，与嫌疑人所驾驶车辆同一型号的摩托车，整个小区只有一辆。亮，不好意思啊，我临近叫你的，之前我那个事故我是搞排查的，我说之前这个哎呀，我认定张家你要让我等人在家，这个小孩在家吃饭呢。没有。你这个你想给摩托车呀？有的。什么摩托车呀？它是。是吧？你调来看一下，这是。我讲的还有私人的噻，带我们看了摩托车。我母亲，你刚才来看一下这个，动的也是塞外的，估计人肯定在家的。车子没上着啊？没的，人家二手车子。从型号上来看也是对的，前面的特征，那个大灯啊，什么其他的，都比较像。仔细检查之后，办案民警最终排除了这辆摩托车的嫌疑。因为这辆车的几个关键部位显然没有发生过事故的痕迹。因为在事发现场，那辆受害人骑的那辆电动自行车，它的前叉是明显变形的，向内弯曲的，应该是受过很强的外力。但是那辆摩托车是好好的，而且后备箱这边的螺丝啊等等，也没有被换过的迹象，而且这辆摩托车也没有撞击过的痕迹。所有住户一个不漏地排查了一遍，却一无所获，这让办案民警感到非常失望。明明看见这辆摩托车进了小区，为什么却怎么都找不到它的踪迹呢？难道这个肇事的摩托车不是这个小区的呢？当时也存在这种疑问。后来嘛，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也转了一些思路。如果说他住在这个小区，他不可能就当天有活动情况，那么之前他肯定也有活动情况。办案民警检索了案发前一周之内的全部监控录像之后，再次坚定了信心，
他们确信这个肇事者应该就住在这个小区。我们在事发前一天下午3点多钟，我们发现了有一个人骑的这个摩托车跟第二天发生事故的摩托车是一模一样的，头盔也是一样的，粉红色的头盔，只不过是他脚上没有绑塑料袋。从监控上面看，这个摩托车的后面它有一块黄色的，但是什么都看不清，感觉那个是号牌，觉得那个摩托车应该是登记过的。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尚有10几个小时，肇事者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故意掩藏和伪装的举动。在这段时间里，这辆车去过哪些地方？在那些地方会不会有一些痕迹留下来呢？根据他这个经过的线路再往前推，而且你还不知道他是几点钟什么时间走，那么就是说要看这个大量的监控。在当天的大概3点17分左右，这个摩托车经过了一个红绿灯路口，因为红绿灯路口正好是拍背面的，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这辆摩托车就是嫌疑摩托车，然后后面有号牌，苏 K 是肯定的，那么下面有字母有数字，最后一个一也是能确定的。苏 KW3881 是办案民警通过大量的视频比对和排除之后确定下来的一个嫌疑号牌。2015年12月25日，这辆挂着苏 KW3881 号牌的摩托车在一个路口被拍到，办案民警通过比对认为这辆车就是案发当天在安居苑小区出入过的那辆肇事摩托车。人他总有一些习惯，一些习惯他是改变不了的。第一个后备箱，大的这个银灰色的后备箱上那个袋子捆绑的一些方式是斜的，捆绑的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后面两个小转向灯，其中后面的左边一个它是有一点往下面刮下来的那种感觉的，还有一些后面的一个挡泥皮，它上面的一些呈现出来的一些图案一些文字是完全吻合的。原本以为找到这个车牌号的主人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肇事者，然而在查阅了仪征车管所的登记之后，办案民警失望地发现这辆行驶在路上的苏 KW3881 号摩托车竟然是一辆套牌车。这个号牌上面反映的它是一辆中升牌的奥拉摩托车，跟目标车型对不上。我们也担心是不是这辆车子是之前报废了，还是摩托车流失出去了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害怕出现。老秦就是苏 KW3881 号摩托车所登记的车主，而在见到他的第一时间，办案民警就隐约觉得这个老秦在竭力隐瞒着一些事情。到公安局以后，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讲。当时给我们感觉这个人很老实，但是这个老实的背后他肯定隐藏着是某些事情。那辆苏 KW3881 的摩托车现在在哪儿是办案民警向老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老秦回答起来就是闪烁其词，前言不搭后语。几年前就卖了，卖给谁了不知道，他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多少年的事情了。他说那个摩托车注册登记也是2005年，确实也有十几年，他说自己骑了几年后来就被偷掉了。先是说摩托车卖了，后来又改口说摩托车丢了，至于摩托车在哪儿丢的什么时间丢的，老秦始终讲不清楚。而当办案民警告诉他那辆摩托车撞了人，被撞的伤者至今仍然生命垂危的时候，老秦陷入了沉默。毕竟人命关天，作为他这个车主他也知道这种这个法律责任，所以经过我们教育以后，他自己呢也如实交代了。原来老秦的那辆摩托车并没有丢也没有卖掉，而是在几年前送给了他的一个表哥。因为那个车子比较老了，他亲戚骑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买了一辆，因为车子他没有号牌，他就把原来那个号牌就装在后来买的那辆摩托车上面了。据老秦讲，1月30号当天，他原本是和那个表哥约好去帮人安装广告灯箱，但是等了一天，表哥一直迟迟没有过来，直到晚上，表哥才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除了其他事情之外，最后还特别关照了一句，就如果有人问你以前你摩托车的事情，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车被偷掉了。表哥的话曾经让老秦产生过一些疑虑，他隐约感觉那辆车可能是出了什么状况。他问了，他表哥跟他说，你别管了，其他的反正跟你没什么关系，就是问你，你说不知道就行了。那么老秦的这位表兄是谁？他现在又在哪里呢？他说如果我一说出来，就感觉做人这方面就很难了，毕竟家里边亲戚。老秦的这个表兄姓刘，也住在刘集镇上，而且他家所在的小区就是警方之前锁定过的安居院小区。而当办案民警来到刘某的住处时，发现此前在排查中他们已经两次来过这户人家。办案民警清楚地记得，刘家的确有一辆和肇事车辆同一型号的摩托车，但是他们对这辆摩托车进行过技术鉴定，结论认为这辆摩托车并不是肇事车辆。现在又有一条新线索把办案民警带回了这里，这一次他们会有新的发现吗？沉默的父子，无法沉默的证据。有两三天都没怎么睡觉。逃离现场却无法逃脱罪责，保持缄默，一线正在播出。2016年2月4日深夜，农历腊月26，离除夕还有不到两天时间，办案民警敲开了刘家的大门。我们敲门以后，这个一家人都在家，当时也没跟他们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就说这个还是上次那起事故，请你们继续配合一下，配合调查。来，起上去，上去呀！对。也是跟那个车主一样，什么话也没说，很配合，然后就跟我们走了。虽然老刘表示家里的摩托车一直是自己在骑，但是经过比对和技术分析，办案民警认为，当天骑摩托车撞倒老陈的人应该是老刘的儿子小刘。之前在查到这个车子一路的监控中，其中有一张照片呢是拍的正面的，虽然有头盔，但是正面的一些情况还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且嫌疑人戴了个眼镜，但是那个老刘他并不戴眼镜。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小刘承认1月30日早晨正是自己骑摩托车撞伤了老陈。因为这段时间那边正在修路嘛，道路上就是根本都看不见什么路的，都是泥巴。当时我骑车是往仪镇方向去，我是上坡，然后前面有一辆三轮车，上面老是刮东西下来，我就往旁边飘，我就看见前面就是突然来了一辆车，然后撞上我了。他是在超车过程当中行驶到对面，与他对面过来的这位这个行人呢相撞以后发生的事故。车祸在一瞬间发生，而选择逃逸也是小刘在一念之间做出的举动。开始我看见被撞了那个人，然后趁机胳膊对我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有点害怕，我看前面正好有人的，我想他们会报警的，然后我就自己跑了。据小刘向公安机关交代，在此之前至少有半年时间，他一直是骑摩托车上下班，但从来没有取得过相应的驾驶执照。你不管骑什么车，你都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这是必须的。你上路以后，驾驶证啊、行驶证啊，你都要齐全，都要有效的，这个是最起码的常识。而他们都什么都没想到。很多人他认为呢，我就在家门口骑骑，要不要做无所谓。然而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小刘立刻意识到，一旦自己没有驾照的事被发现，他可能面临非常大的麻烦。逃逸是他当时能想到的解决麻烦的唯一出路。就是特别害怕吧，然后把车子停在家里面，我就是自己坐在楼上面，就是特别害怕。上班途中突然神色慌张地折返回家，小刘的反常举动自然逃不过家人的眼睛。
在父亲的盘问下，小刘将撞人逃逸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了父亲。儿子喝死了，儿子是第五百人装来了，装来了就是他经理出去报结婚的，他让你尽量那摸那处啊，各个处啊一点，他是再给报警的。他一看到老的人爬起来，估计得死，一害怕，一想到又是得死，反正。就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伤者怎么样，就是当时跟他出了说的，就是出了点事情，他一开始也没在意，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大。老刘平时在城里帮人做建筑装修，一向老实谨慎，在同行中间口碑相当不错。然而在听说儿子肇事逃逸之后，他和家人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应该说一家人都不想把这个事情这个主动去自首也好啊，其他的也好啊，就当时就觉得瞒下去。他们后来跟我们反映的时候，他说也考虑到家庭的一些因素，想到当时宝宝结婚又查起这个皮亚雷得了的，当时害怕去跟着，就是怕赔的太多了。赔的太多，这个结婚也查在了。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老婆想要一辆车嘛，当时就是买车的钱包括都是跟人家借的，借了一些首付，然后其他的都是贷款的。就在事故发生一个月前，小刘刚刚举行完婚礼，因为办婚礼家里已经欠了外债，承担事故责任意味着家庭将背负上更为沉重的经济负担。父亲呢是也是一个干瓦匠的工人，儿子呢水电工，都是靠辛苦吃饭的，挣的血汗钱。这个如果说发生事故，医药费也好啊，你后期的一些交通事故赔偿金也好啊，这块他可能也了解过了，可能需要不少钱。虽然一家人都决定保持沉默，然而这件事到底能不能瞒过去，小刘一家也没有把握。案发第二天，开始由警察来到自家所在的小区进行排查，这让小刘越发寝食难安。有两三天都没怎么睡觉，自己心里边很慌，也很纠结。这个在家里边一个人的时候，用一些工具把摩托车能拆的全部拆掉了，拆成一个一个的小的零件，能大的肢解不掉的，他就反正把用袋子把它装起来。小刘将拆解完的摩托车藏到自家的阁楼，但仍然感到不放心。自家有一台摩托车的事，左邻右舍都十分清楚。如果警方入户排查的时候拿不出这台车，肯定会被人怀疑。前一天嘛，然后警察去排查的，排查当时在家里面，当时肯定警察吧也特别害怕。到他家去排查的时候，他拿了，给我们拿了 一辆同型号同品牌的摩托车，就是黑色后备箱那个。这辆用以应付警方排查的摩托车是老刘在宜正的一家二手车商店里买到的，虽然办案民警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但是他们对这辆摩托车超乎寻常的兴趣，让小刘隐约觉得这件事他可能瞒不过去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心想呢，肯定躲不掉了，肯定会被就是抓着的，就是但是呢，我还是想在家里面再过两天，陪我老婆把这个年过完。就是宝宝结婚的，他就是要过过初二到老早安个去啥子，因为这是我结婚的第一个年嘛，我不想就是初二的时候吧让他一个人回去拜年，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心想只要过了初二吧，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自己去承担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就是过过大年三十跟初一，他就来报警投案，就是过了年了是吧？哎对，他在家过得也不踏实，我们也不踏实，真的睡不着。虽然老刘表示等年一过完就会支持孩子去自首，但二月四日这天他是起了个大早，趁着天色未明请一个表姐帮忙开车，将小刘拆解过的肇事摩托车扔到了几公里外的一条河里。当时他表姐看，哎，这是什么东西，你在扔什么东西，当时感觉很诧异。后来嘛，他这个父亲跟他说了以后，这个他表姐呢，还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应该还当时你儿子犯错了，你应该鼓励他去自首啊，对不对，就这么大事情。然后他父亲嘛依然不为所动，就是反正这个不关你的事。事情到底没能如刘家父子所愿，
2016年2月5日，离除夕还有一天，办案民警再次来到了他们家里。在被带到公安局之后，老刘一度缄默不语，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什么都不说，矢口否认，可是这个事情不知道。我家里边有一辆摩托车，现在被你们交警已经推走了，没有其他的摩托车。一直拒绝交代整个事情的过程，也客观上说明他所说的这个拳击后想来投案自首，我认为也不过就是一个谎话。2016年2月5日，小刘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罪被宜昌警方刑事拘留。与此同时，宜昌警方也对老刘涉嫌包庇的违法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之前刚出事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压力特别大吧。等到进拘留所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反而就是稍微安定了一些。包括现在吧，有时候想想的话，心里面还是有点后悔。现在跟人都不好意思说，我这两个都老实，就说遇到这个事后悔死了。当时他也有也很后悔，跟我们讲到说他死的心都有了。怎么呢？他的儿子毕竟刚刚才结婚，他也有心理压力，以后在这个小区里，左右邻居怎么看他，还是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因为这个家庭，这个选择了这个逃逸，这个肇事者不仅要这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走到附近帮助有谋事者包庇犯罪，同样面临着法律的冲击，两个人都要面对刑事处罚。作为家庭两个主要成员。在刑事处罚期间，这个丧失了自由，也失去了工作，整个家庭经济损失应该会很大的。病床上的老陈始终没有醒过来。2016年2月17日，老陈的各项指标都出现衰竭。小陈和家人在慎重考虑之后，决定接受现实，同意院方不再抢救的建议。我就这个伤心哭了的啊！我伤心死了，我哭死了的了。我天天的，他们弄了海，我去会玩，我都不去。我这个地，那日常了，我就真的，我想想想。我母亲一直守着我爸，早上还要送早餐给他。我父亲临床前面，照片前面，然后中午还送午饭给他。我母亲对他好像还在和狗一样的，还在我他的身边，陪着他。他也肯定无法接受，但是问题是事实已经承担了，那怎么办呢？2016年2月，宜昌警方对事故双方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部分进行了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刘家负责结清老陈的医药费13万元，并给予受害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30万元。在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前提下，警方为小刘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特别对不起那个什么老人家吧。特别是出了事情以后自己逃逸了，没有让他得到及时的治疗，包括也影响了就是他一家人原来正常的生活，感觉非常抱歉。就在事故发生的前不久，小刘的父母贷款为他买了一辆汽车，正是因为有了汽车，小刘才在当地的驾校报了名，准备拿到驾照之后就开车上班。刚刚结婚的他正在朝着他理想的生活努力着。令人遗憾的是，因为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小刘不仅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他也要面临终身禁驾的处罚。在小刘居住的安居苑小区，有一块镇政府为了宣传法治所立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有这么一句话：政通人和，需依法行政，安居乐业赖守法遵章。守法遵章才能够安居乐业，相信现在的小刘一定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